啊！这是要干啥呀？干啥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你们把我们三婶给炸了，你回村里看看去吧。村里咋了？出啥事儿了吗？你说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村里人正在拉肚子，得了传染病，你们把村给炸掉了，把三婶给惹怒了，连累了我们。我们是为了搞国家建设，啊，不是搞破坏的，更不是给你们带来灾难的人。请大家千万不要被封建迷信所迷惑，村里边发生的这些事啊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不过，这跟山上的那块石头根本就没关系。请大家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、危言耸听，更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来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们祖祖辈辈的村民在这个村里住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不需要你们来搞建设。没有搞建设的时候，我们日子过得好着呢。我们几十里外的老百姓都来奉献这个山神，来供这个山神，你们给他炸了，以后要我们日子怎么过？大家别跟他啰嗦，乡亲们动手把他们赶出去。不走。哎，乡亲们慢。最近这村里出现了传染病，很可能是因为这几天下雨，这饮水呀遭到了污染。哎，最近我们农场也有很多人拉肚子。乡亲们的听我说啊，这个村里边出现了传染病，我们这个农场卫生院的有备用药，马上会派护士给你们送过来，请乡亲们免费领取，好不好？大家伙知道吗？啊，站在你们面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可是国家的栋梁，基建队的骨干呢，他们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，请乡亲们相信我，相信党，相信组织，好不好？说的道理，道理，是是相信，我相信，是信仰，怎么？我觉得也是，这怎么可能会？是是是是是。何护士，哎，你去把急救室整理一下，那帮村民又闹起来了，省得又有什么流血事件。怎么又闹起来？来，我来吧。哎呦，搞什么名堂呀！老妈，老妈，副书记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来了。老范啊，情况怎么样？你们这是干上了？啊，有话不能好好说，舞枪弄棒的。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老范，大家伙千万要冷静啊，都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老妈，不好好说话，都抓进去。老范，云鹤呀，在这控制一下。老范，跟我过来一下。这，行了吧，大哥，这我们农场最大的领导都来了，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大家保持冷静，千万别激动，好不好？耐心等待一会儿啊！乡亲们，乡亲们呀、啊！哎，乡亲们，哥，哥你咋来了？哥，他们把我们三婶都给炸了。你要认我这个哥呀，就带着乡亲们回去吧，别在这闹了。哥，你忘了你腿上伤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腿上的伤啊，不是他们炸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伤的。并且啊，方队长还用身体护了我们一下。这几天啊，他们对我可好了，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都难受。做人啊要讲良心，否则会遭天谴的。大哥，乡亲们
你们为什么非觉得那块石头它就是山神呢？是不是因为一起风的时候它就呜呜响啊？其实那就不是什么山神，那就是块石头。我姥姥家在山里农村也有这么块石头，哎，一到刮大风的时候就呜呜响，这乡亲们都以为是菩萨显灵了，四面八方的来朝拜，想保佑平安。其实啊，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山神，就是风穿过石缝，空气受到挤压才产生的声音，那叫风动石。现在都知道了吧？目前来看呢，想要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难度很大，他们一个个正在气头上，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，一个看他们这是破坏国家建设，这帮人你还看不出来啊？要文化没文化，要素质没素质，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没有用。来硬的那可不行，那样做容易引发冲突，弄不好还会造成流血事件。这样咱们做两手准备，一打电话报公安，二请求当地政府帮助协调，这边村民的情绪啊我尽量稳住。行，我去打电话。好。乡亲们呐，大家伙啊就先回去吧，我们马上组织医疗队进村为大家伙治病，放心，一定把村里这个传染病治好。乡亲们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忙去吧啊。那怎么回？看看大伙怎么说。哥啊，你还得相信。对，回去吧，相信。回吧，我们。啊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田牛同志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们误会你们了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您要是去集市的话呢，你就到中药房去开两副药回来，然后一定要记着用砂锅来熬，三碗水熬成一碗水，每天服用。谢谢你了，姑娘。你看你来到这个我们大队的话呢，就解决我们大队的看病困难的问题。你真是我们大队的福气啊！哎呀，能帮上你们的忙也是我的荣幸。啊，谢谢你，把这个拿好啊。啊，林医生。哎。啊，谢谢大哥。哎呀，你别光顾着跟别人看病，你自己的伤怎么样嘛？我快好了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顺安镇，我听到说那个农场的工人跟当地人打起来了。农场的工人还很严重。那农场会不会就是林医生你不要担心嘛，我觉得那个农场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农场。瞧你那吃相，吃吃吃吃。大帅哥，怎么不饿呀？啊，赶紧吃完干活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着雨萍来找我。就在门口进不来。哎呀，所以你就在这儿等他呀？啊？我说你这个人可够没良心的，嗯？人都来了，你怎么不待进去啊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
老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感觉玉萍好像就在咱们矿区，我们俩近在咫尺，可又不能相见。哎呀，云芬啊，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，赶紧去看看医生。哎，你瞪我干嘛呀？我还真跟你说，这个相思病啊，可是一种精神疾病，啊，可导致这个癫狂、抑郁、暴躁、迷茫，严重的可导致死亡。我还跟你说，以前我就见过一个害了相思病的大爷，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，那裙子迎风飞舞，头上戴朵小花，逢人就问，我这命咋愣哭了？云儿，我可不希望你变成那样啊！讨厌！看你像那大爷！哎，怎么还骂人呢？讨厌！林医生，是不是想家了？是有点想家了。一眨眼，都离开家那么久了，也一直没有给妈妈消息。我妈肯定担心死了。那你是准备回去了哈？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，可能是方向错了吧。而且我出来是请假出来的，假期就快用完了，我得回去上班了。就这样放弃了？也对，这样好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妈，你都是先回去嘛，我继续帮你找，等找到了嘛，我就写信给你。谢谢杨大哥。师傅，帮我捎个人嘛，好不好嘛？好，谢谢哈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慢一点。那好好。哎。那我走了，杨大哥。注意安全。你多保重啊。到了写信哈。哎。燕婷，一大早晨你们几个去哪儿了？盘河岭农场正在招工人，有工资拿的。招工人呐？真的？昨晚开会你没参加吗？哦，昨天晚上我有点事情。你们是不是在唬我？真的吗？假的？真的。真的，没有哄你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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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骗我哈！没有骗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价钱，我们工作先生。
什么？那么多钱？有标准，我们都是啊，有，我们有休息的时间。休息吗？这个我们有伙食，我们也有这个工资标准。到时候你进了厂就知道了，什么都有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我问一下啊，就咱们招工这边需要啥子条件吗？没什么条件，身体强壮，脑子灵活就行啊。排队，排队。大伙儿听我说，这回我们农场啊，招工名额有很多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大伙儿别着急啊，听我指挥，来排成一队，排队，排队，排队，走，来都站成一队，别吵。啊啊啊！哎，我排上，排来。排队中，排队中。大伙儿听我指挥啊！读过书、认识字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这几位同志来到我这儿集合啊！其他同志由夏文忠同志给你们做解答啊！都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真行！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姓杨，叫杨来福。读过书？啊，部队的时候认那几个字。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还会开车子。还会开车？部队学的。是这种车吗？哦，就是这种大卡车。太棒了！我这条件行不行嘛？太行了，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。宁鹤，宁鹤，什么？不是，我这队人都不识字儿，给他们发这有用啊？帮着老乡们做个登记，做下统计嘛。他叫你啥子？好，同志，我叫方云鹤，是生产队的队长。辽宁嘞？听出来了。哎呀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嘛，我到处找你，你晓得不嘛？哎呦，终于把你找到了。不是你认识我呀？我认识你噻。哦不，我不认识你。你老婆在找你嘛？哎，好，这同志，不胡说八道啊！方云鹤没结婚呢，哪来老婆呀？哎呀，再怎么胡说，取消你报名资格。林玉萍，你认识吗？医生，辽宁的。你怎么认识林玉萍啊？他在我家住。他在你家？啊。他怎么会在你家呢？他受伤了吗？我把他背回家救治嘛。受伤了？哎呀，他是为了找你受伤的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在山上。走走走，走哪里嘛？他走了，走了啊？去哪儿了？他找不到你嘛，然后就要回去。我早上把他送到城里去了。早上送的。别走啊！放开了啊！别别别别别！你守着，我找指挥长。哎哎哎哎哎！同志啊，他真的是云鹤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继续排队排队。站住！张师傅，站住！哎，张师傅，帮帮帮，送我去趟镇上行不行？这有毛病啊！哟，能不能坚持跑一下啊？这我也做不了主啊！你要不你给领导申请申请？我跟领导说就来不及了，我有急事儿，真的，我有人生大事，回来我帮你。帮你一起修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去。领导申请申请，你给领导申请。我跟领导申请，这就来不及了。你这他后面开一块，这我来不及了。我对你给领导申请申请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不不，领导这是上车，上车啊！哎呀，快上车！好，谢谢张主管。本来是要去帮你请假的，然后我就去找老师了，然后我就把你的事儿跟老师说了，然后老师就把他的车借给我了。你可帮了我大忙了，等今儿一停，我好好谢谢你。
车坏了，怎么了，王叔？王师傅，到底怎么了呀？车没油了，没油了！不是王师傅，你怎么不给加满油啊？早上你吹吹吹，我哪有时间加油啊？哎呀，岳鹤，你干嘛去？啊？我也来不及了。你陪着王师傅，不陪。师傅，是不是去县城了？是去县城。刘总，稍微一点，稍微一点。哎，真是只狼在搞脚，真是。对不起啊。不是，怎么人呢？哎，你好，问一下，去山树岭的班车最后一班几点发车啊？到山树岭最后一班车已经发车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刚才那个？啊，对对。停车！玉萍，停车！停车！玉萍，停车！玉萍，玉萍，停车！玉萍。
王茹。哎呀，我说黄云贵，你这车开的呀，比我坐那大车我都想吐。啊？我觉得他开的挺好的呀。我这还没往快拆呢。哎呀，要说你们是两口子，得，饿了吧？我给你们打饭去。多打点啊，我饿了。别舍不得饭票，多打点荤菜。云鹤，你们就住这儿呀？这条件也太简陋了吧？这在山沟里面已经算是条件最好的了。啊？我们都管这叫养心殿。养心殿？嗯，这就是你的养心殿吧？我进去瞧瞧。哎哎哎，嗯。我们刚到的时候住这儿，但是现在搬地方了，搬小楼了，我们叫它上书房。我说你们也不能住得这么苦，那带我去看看你的上书房。走。渴不渴？嗯。一会儿给你烧点水啊。走。就在这儿。二层小楼吗？这不是二层小楼吗？下面是一层，上面是一层。走吧。请，请。桌子都没有啊，还不如刚才那养心殿呢。哎呀，这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住养心殿，但是下大雨吧，给下塌了。塌了还叫养心殿？先坐这儿。你的铺还是挺干净的。臭！这是我新换的，有点潮味儿。快跟我说说，为啥叫养心殿呀？这个地方吧，常年下雨，这养心殿呢离地又近，床铺底下老积水，所以好多人住在那儿就得了湿疹，浑身痒痒啊，使劲挠吧疼，轻了挠吧又痒痒，可能痒到心里，所以我们给起个名儿叫养心殿。你得湿疹了？湿疹不能随便抓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看。现在都好了，自打搬到上书房。嗯，就不再长了。为啥叫上书房？我们吸取了养心殿的教训啊，就在帐篷底下垫了好多树墩儿，就是你刚才看的一个一楼，所以就叫上书房。我给你烧点热水去啊。我知道你心里边说的都是骗我的，你在这儿一定吃了特别多的苦，你瘦了也黑了，我心疼。这些苦算什么呀？见不着你，那才是真的苦呢。等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把你等来了，我就突然想起一个词儿。苦尽甘来。
哎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啊，跟个木头人似的。你回来怎么这么是时候啊？啊，那雨萍不是饿了吗？我特意跑快点给她打饭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们这儿的伙食。啊，来自己吃呗。哎，筷子。你不不吃？多吃点啊。嗯。够了。哎，你们这附近有招待所没？我们现在属于基础建设阶段，好多主要设施还没完工呢，哪来的招待所呀？没有招待所，我晚上住哪儿啊？丽丽，住哪儿啊？住哪儿啊？谁来了？孟叔，雨萍，哎呀，哎呀，丫头，哎，来来来，先坐坐坐坐坐，哎呀，你这事先也不打个招呼，你这是突然袭击，是想你们了，早就想来看你们了。孟叔，你们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。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吗？我的经历都能写一本书了，还好让我找着你们了。幸亏了杨来福大哥呢。哎，杨来福，今天啊，是这个苗寨的杨来福同志来参加咱们三线建设，他告诉我雨萍来了，我这才到车站把雨萍给追回来，差点让他跑了。这叫啥？这叫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不怕早晚不见面。是，我们俩一商量吧，来找您有三个事儿：一呢，找您来报个到；二呢，这没地儿住啊；三，您得给想办法解决个工作问题吧。你这一口气就讲出来三个要求。不过。雨萍这千里迢迢来寻未婚夫，精神可嘉。只是啊，咱们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。再说你来的又急，不行的话，就暂时住在咱们农场办公室。啊，这儿的条件比宿舍还好呢。行，等这个女职工宿舍呀调整好了，马上就安排你过去。哎，至于工作嘛。只要是你自愿投身于大三线的建设，我们就举双手欢迎。谢谢孟叔，谢谢老师。雨萍，你这两天先用我的被子啊。啊？你把被子给我，你咋办呢？哎呀，我跟文忠挤一挤，凑两天没事的。矿上条件一般，你呀，受点委屈。现在这凑两天，哎，我不委屈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人家办公室，我住在人家这儿会不会影响人家办公啊？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了，你呢，每天早上早点起，我把这板收起来就好了。你说你也是，你为什么不在信里边给我一个准确地址呢？害我找不着你。我后悔的就是这事儿，我真后悔把我们农场的名写到信封上。其实我们农场的地址是保密的，专用的邮箱还没建立好呢，这害得你白绕了一圈，受了那么多苦。那倒没事，好在我找着你了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雨萍，嗯，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？
我走的时候在火车站等了你半天，左盼右盼盼不着你，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呀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我妈妈，她本来就不同意我来的，结果她就装病说脚伤了，我还送她去医院了。我本来想着等她情绪好一点，我再去找我们院长，结果我去找我们院长了，院长说我的名额已经被取消了，所以我这次来找你是请假来的。请假来的？那你还得走啊。不走能怎么办呢？你还记着你几个月前跟我说的话吗？当然记得了。我说，这儿的山很美，水很清，山花满山遍野。我们漫步在夕阳下，携手在鸟语花香当中。鸟语花香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让我放心。这哪有什么鸟语花香啊？这不就是荒山野岭吗？你在这儿肯定吃了不少苦。玉萍，有些时候吧，这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。你别看现在这表面是荒山野岭的，可下面埋的可都是黑金，那全是宝贝。有时候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。孟子不说了吗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现在孟昌属于基础建设阶段，等基础建设完成了，一切都是焕然一新了。我仍然坚信这儿就是我们的伊甸园。嗯，其实不管在哪，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，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玉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要能看见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不管在哪儿，都是天堂。是吗？哦，我想来问问我未婚妻林雨萍同志的工作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。哎呀，我还正准备告诉你了，这个事儿啊遇到点麻烦。遇到点麻烦？嗯。什么麻烦？那个雨萍有个舅舅。是啊。还是海外亲家。就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政审没有通过。支部长，雨萍在贺松的时候政审是通过了的，是因为她母亲反对所以才没来了。陈会长，我和雨萍本来在贺松就要完成婚礼的，是因为三线建设才被拖延了。而且雨萍是个非常好的医生，我们俩都希望能留在这儿为三线一起做贡献。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？永贺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，我也没有这个权利。另外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，你看雨萍住在办公室，对其他同志的工作多多少少造成了一些影响。你看。我知道了。陈会长，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想想办法？我和老孟啊办法已经想尽了，就是政审这一点没有通过，